赛事自选曲，所以真的非常不容易，对不对？只有他们自己觉得非常的不容易，大家觉得还好吗？我在这边听有什么差别？好，那我就像刚刚老师说的，其实台上的呈现可能是短短的三分钟、五分钟，但是他们其实在台下要花非常多的时间在做预备，在做练习，甚至可能自己各个方面的调整。好，所以呢，今天乐团的部分，我们总共有三组的同学，都要请评审老师继续帮我们做评比。那我们会根据上一次初赛的积分跟这一次的积分相总，那我们有网络公告要超过某一定的积分，我们才会进行这个颁奖的部分。那今天首先第一组呢，乐团比赛要为我们带来的这个呈现的是我们的，我看一下。SPTC OK， 好，我们先用热情的掌声欢迎他们。好，团长是这一位吗 ？OK， 好，来给我们简单介绍你们的团队跟你们今天要呈现的歌曲。我们的团名叫 SPTC， 为什么你会取这个名字呢？就是我们是用我们教会的简称夏平东教会。然后我们选歌的动机，我们会选这个歌《奇妙组》，我们会组队一起参加乐团比赛，就是神他奇妙的作为。然后我们在这圣诞季节当中，我们想邀请大家能够一同来欢庆耶稣基督的诞生。那我也更渴望这世代年轻人能够被耶稣所得着，然后经历神的大爱。我们有一点时间要给他们试音，对不对 ？OK 了，所以他们就直接来了。OK 了，好，你们准备好了吗？试一下才准备他们。可以了吗？鼓手。OK 了。我们试一下，再不错。试一下。试一下吧。通常第一组会有点担心啦，让他们试一下啊。OK， 好，那我们就欢迎我们的乐团组的第一组 SPTC 为我们带来这首歌曲。Thank you.
接下来呢，要。